织同制衣业曾经有过辉煌历史，成衣出口更加居世界之冠。90年代开始转型之后，在数码科技协助下，香港现时主力制造精良和高增值产品，其中运用人工智能协助推动服装设计和品牌管理。例如香港理工大学和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合办人工智能设计研究所，2021年研发出 AI 时装设计系统，设计师上载草图、布料印花和颜色组合等等，10秒内就可以生成多款服装设计，协助本地设计师大幅提升创作效率。理大仲研发出叫做聪明眼的瑕疵检测系统，能够检测大约40种常见纺织品，减少因为次货而引致的损耗和浪费达到90%。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和业界研发出旧衣新裳循环系统，可以将旧衣物循环再造成为洁净可着的新衣。香港从来都是挑战和机遇并存，从一针一线到数码创新，在高新科技带动下，纺织和制衣业都重拾光辉。拼搏与香港共赢 ，ourchinastory.com 全新感受当代中国。